为我经常刷抖音刷到这个了，正好看到这个 ID 一下想起了这个梗。谢冯提莫。看着沉默不语的世界 No， 绝望的气氛如此强烈 No， 人们疯狂逃散那条曾经喧哗的街，火药的气味让生命全部凋谢，大地的哭泣声蔓延整个世界，如何停歇？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头乌云熄灭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头漆黑起点。那一个骑单车迈不去的少年，恐慌的眼泪慢慢布满了侧脸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世界里头青年熄灭。世界 No， 绝望的气氛如此强烈 No， 人们疯狂到散那条曾经喧哗的街，火药的气味让生命全部凋谢，大地的哭泣声蔓延整个世界，如何停歇？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头乌云熄灭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头漆黑起点。那一个骑单车迈不去的少年，恐慌的眼泪慢慢布满了侧脸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世界里头青年熄灭。哭喊快撕裂，仇恨越浓烈，渐渐决裂。谢汪汪汪，这是一个蘑菇火箭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头乌云熄灭。